请掀开经本第六十八面六十八面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大师甲咱讲，伊来到人间来投胎，较早诶代志啊，也拢袂记哩咯，没有出胎。换一句话讲，伊入胎啊，伊真清楚；出胎啊，就袂记哩咯。这是讲小圣人，啊菩萨呢？伊初果啊，果名太侪咯，无论是智慧，无论是断烦恼的功夫。拢超过小乘，可是伊啊有戒因之谜啊，戒因之谜啊，甲头前没有出胎是共款的意思。啊，伫文章内面是两个写法，这是啊，这是文理之美啊，意思是共款的，因此。大师伫即地敬过咱啊，借力起用，恭作主宰。借力就是讲生死轮回，生死轮回啊，家己是袂当做主的，连即、這个。初果甲菩萨啊，拢袂当做主，何况咱凡夫呢？哪会有可能有侥幸满汉呢？这是绝对无可能的。因此，咱都爱特别的挖苦。佛力，靠家己的力量啊，确确实实是有问题。念佛的人，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那就无共款咯。这下面讲得真好咯，唯有信愿持名。中他列国，这个中就是勇中啊，就是瓦壳的意思。佛慈悲观定波动观呐、啊，这个动观呐、啊，就是下去的意思。弥陀性中现前为道，故得无道自在往生。所以修行啊，只有念佛是最稳当的、最可靠的。但是念佛呢，是毋是会往生，决定在信愿持名，即头前。已经讲甲真多咯，大家千万啊毋通误会啊！往生西方的条件，毋是别项的，就是啊，你有真心切愿，一心执持名号，安尼呢，咱念的即个佛号，才叫做相应。所谓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这是靠佛的力量啊！佛慈悲愿，就是指四十八愿。这个慈悲愿，就是指阿弥陀佛《无量寿经》里所讲的四十八愿。
48愿，阿弥陀佛是愿愿啊，拢兑现咯。不但是兑现啊，而且是圆满的做到咯。所以讲是定不动观。念佛人呢？你命中的时阵，绝对袂亲像一般凡夫手忙脚乱咯，也袂亲像坐过菩萨有戒淫之慧咯。啊，你是弥陀圣众，现在之前，这个临命中的人，阿弥陀佛，甲一切圣众前来接引呐、啊。这个慰呢，就是安慰的意思，都是引导伊啊，啊。来接引你，因为有佛力的加持啊，所以啊，伊临终心不颠倒，这是弥陀经讲的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啊。由此咱知影，这心不颠倒啊，实在是佛力加持的功德大。这才会当自在往生。佛见众生临终堕乱之苦，得为宝林处事，所以温困再宽发愿，以愿令道行果呀。这段非常的重要，咱啊唔通甲含糊笼统啊，甲伊看过去。何见呢？这是绝对无看错。换一句话讲。绝对是事实。众生临命终的时阵，颠倒错乱啊！颠倒错乱有甚物苦呢？这一个颠倒，一个错乱啊，甲注意讲，就是去甲三途去投胎咯。迄是苦不堪言咯。若讲一个人临命终时阵未颠倒、未错乱，即、这个人就是讲无学佛，也无求往生。但是即个人绝对未对三恶道。你去想看嘛，迄倒一个人，即、这个心地真清楚啊！会去啊，地狱啊，饿鬼啊，跌生内底啊，去投胎，你说无可能呀、啊？凡是去到恶道啊，拢是糊里糊涂去的啊！啊，这个颠倒，这个错乱啊，就迷糊咯。啊，就啊，对着业力牵引，这是啊，非常可怕，非常的苦啊！佛是将即个代志看甲真正清楚、真明白咯，甲咱讲出心愿之名，往生净土的法门，而且伫即部的经历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。劝咱，哎呦，发愿求生，
这都是特别为宝林处事，宝林嘛，那用现代话来讲呢，就是保证的意思，保证你成就。佛甲咱做担保啊，所以这才温群的再劝法官，呀，咱这个这段文理法官是第二次劝咱法官王生，后面要一摆，这个冤啊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有非常强烈的愿望。这个愿望啊，就会当带咱生到西方净土。强烈的愿望啊，才会当甲阿弥陀佛感应道交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大家对于这个绝对唔通怀疑。下面呢？这是假设一个问答，破除咱的疑惑。问：何其是心造心事？何不敬言祝福？你比以他何为性何呀？这个问的意思呢？或者经常常讲的，尤其是这个观经，讲这个净土的原理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。这心嘛，当然不是别人的心，是家己的心。既然是家己的心，为什么不讲自性？弥陀呢？唔讲自性佛呢，一定也阁未知西方极乐世界迄尊阿弥陀佛呢？啊，何难去求伊啊？啊，去求伊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下面老耶大师答得真好。答：处之幻门，专在了他借诸。你好是明了啊，何难明了？他个诸啊，是一，唔是你啊？一啦、啊，是对体相来讲，体相。正常讲是一，但是对相上来讲呢，对事上来讲呢，是二。这是一定要知影。若非言他佛，即是他见迷蒙啊。若偏重诸佛，叫成我见颠倒。换一句话讲，对于事实的真相啊，无创清楚，才会产生这款的疑问。啊，这个疑问呢、啊，一定。爱破毒，那无破毒，对于往生净土会造成障碍。就是讲，拼命去念佛啦，强烈的愿望求往生，也只会当生到遍地异城。这是咱伫这个无量寿经里看到的，伊为什么会生到遍地异城呢？伊有这个怀疑的啊，这是讲也够冤，
也真正肯念，生到遍地而成。那讲这个疑惑，那是讲严重啊，破坏着家己的信愿，也这一生往生都拢无可能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关系真大。也咱必须爱知影，这个法门，甲华严是同款，不但甲华严同款，实际上超越华严。华严到尾后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都归极乐。华严是什么法呢？是圆顿大法。所以这部经是圆中之圆，顿中之顿。唯有一心，就会建立。如果用离心嘛，那就障碍咯。而这个疑问啊，三心就变作离心嘛。怎样是离心？有诸有他，诸他是离啊。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内面讲得非常的妙啊！六祖初见印宗法师的时阵，印宗法师就甲伊问啊，听伊讲你伫梅得到这个衣钵，我做平常说法，是唔是有讲？这个禅定呢，讲这个方法呢，六祖回答就真妙了。甲伊讲啊，真正的佛法是一，为《摩经》内面所讲的不离法门啊，伊问的是禅定，是涅槃，禅定涅槃是离法啦，佛法是啊不离法，这个所在。助他是理法啦，佛法是不理法，所以呢，要将这个助他里边，拢爱甲伊啊袂记哩了，用啊一句阿弥陀佛，将这个念头甲伊统一。心肝内无其他的分别，无其他的知见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将所有的这知见、分别啦、执着，拢总甲归一，这就是一心。安尼才会当入境界啊！也伫个净宗内面入境界，就是入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极乐世界诸位还知影，是一真法界，就是大业往生，是凡圣同居土，下品往生，迄个所在也是一真法界。啊，这是西方世界。无比殊胜之处，这个利见啊，无袂记哩啊。
这转载了他，这猪他甲猪啊，都是一，都毋是你咯。呀，如果讲他佛的，呀，利他兼迷蒙啊。呀，如果是天中在诸佛的，我见颠倒咯。有他见，有我见呐、啊。注意想看卖，《金刚经》里所讲的，菩萨有我见、人见呐、啊，他见是人见呐、啊，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非菩萨。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前半部甲后半部，前半部是讲这个四相，后半部讲四见。这个四见呐、啊，比相讲了搁较深刻。头前是六菩萨有五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后半部讲了搁较妙了，你有这种见解，这念头就袂用哩。有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非菩萨。伊即个是落在四见内面啦。大师即个答复答个真妙啊！咱搁看下面的这段，有色胆四业，有三业。殊不过去，佛法在释迦牟尼佛当时教学啊，利益众生，就是以这个殊色胆为中心。今仔日咱啊，依然袂当例外。是四种啊，头前拢甲诸位讲过咯。色呢是普遍的意思，但那是布施，都、就是四种普遍布施的利益。这叫做素色胆呐，色胆是凡物音译过来，这四种啊，第一种叫做色界色胆，欢喜悦，这是咱袂当毋知影的。佛法，大乘就是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是佛教化众生第一条。伫咧甲大众接触啊，互人无欢喜呀，佛的教学就全盘失败咯。所以讲第一个。爱护众生欢喜呀！要安怎让众生生欢喜？那是方法，是手段，那是因人、因事、因地，巧妙啊！各人无同啊！这个所在只甲你讲这个原则啊，无甲你讲这个手段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
这个袂当欢喜相处咧，那就是不和啊。不和内面啊，就会有争执啊，争执内面啊，就会有斗争啊，斗争就会造成社会混乱，世界袂安全啦、啊。呀，由此知影，佛法啦，对有一个世间的利益，确实是排在第一位。世间的利益都得不到，出世间的利益就唔免阁讲咯。所以第一个是教咱。得到世间的利益，也要如何令众生生欢喜心呢？佛法内面方法真多，所谓84000法门啊，无量法门，方法真多咯。通常呢，一个归纳起来。真像数列、六道，拢是方法啦。尤其佛甲咱规定的六合敬啊，确确实实是甲咱伫世间接触广大群众，那特别是甲咱这个啊。无共种族，无共国家，无共宗教信仰的人，啊，甲伊来相处，令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高明啊！啊，这是第一个利益，后面的三个呢？为人设谈那是新鲜的利益，对敌设谈那是断恶的利益，这是下面的这两种：新鲜断恶。最后的一条呢，那就是真正的佛法里得到利益，就第一义设谈。四色坛的头前三个拢是世间法，最后一个啊是出世间法。第一义色坛实在讲就是啊，教咱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那是啊第一义啊。所以后面三个世间甲出世间的利益是殊不。过去啊，伊这个生起是有连带的关系，同不将世界深化庆信，这心眼利益尚不能生，何况我的理法？这个通啊是假设的，那无对世界设谈，深深的发起庆信，就是真正的欢喜心。所以，这个信愿持名，这个心呐、啊，都是世界色坛。原来面呐、啊，就有两个咯。愿生西方啊，这是新鲜呐、啊。愿离三宝啊，这是离恶啊，离苦啊。所以一个是为人设谈，一个是对敌设谈啦。
王星西方极乐世界，迄是啊，第二色坛，就是即地讲的五逆逆佛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五逆逆佛啊，也即是将四色坛的利益完全用伫一个净土中。念佛往生，即个顶面讲的，事实是佛法即引众生的总纲领。大小乘佛法拢总离袂开即个原则啊，这是咱爱知影的。为即事起，达理起，大概呀，亲像咱即类业障深重的凡夫，行即条路是最稳当的啊，迄就是事起，大生就用事起。你无明白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当然，你捌啦，那是更加好。你若毋捌咧，亲像即个历代，依旧现前啦、啊，真侪即老阿公、老阿婆因啦、啊，念佛声啦。哦，咱看到伊个随相，伊也有知识之，伊会当徛咧去，会当坐咧去，知影什么时阵要来去，这拢是决定往生。呀、啊，你问伊净土经典啊，伊毋捌，甚至有真侪人念过弥陀经，问伊啊无量寿经，毋捌念过啊。观无量寿经毋捌念过，这个经内底什么意思？伊毋捌啊，毋捌啊，也当往生啊，啊，这就是事起呀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伊就拢捌咯。啊，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拢捌咯，为什么也拢捌呢？因为伊思齐啊，齐个真顺啊，伊心定咯，心愿坚固啊。佛来接引伊的时阵，大圣用佛光照，这个佛光一个照呢，伊的智慧就开咯，业障啊就消除咯，智慧就开咯，对思齐。就达到离齐了，所以弥陀圣众现前，看到佛了，这是本性明显呐、啊。这本性明显。就是禅宗内面所讲的开悟的意思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这个见佛了，也由此知影，以这种智慧的现前。一个是得到家己念佛的功德啊，一个是佛光加持啊，这个啊，真正是这个得佛加持的殊胜利益，也这个是有别的法门内面无的啊，迄都要完全啊靠家己啊，这个所在是大半是。靠分的
微型加持啊，往生彼土敬佛闻法，即是成就慧心，不由他我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天甲阿弥陀佛做伙啊！西方世界经常甲咱讲甲真清楚，六尘说法啦、啊，无有中断啦、啊。所以见佛闻法，成就慧心。华严经上啊，讲十心啊，智慧之心，实在讲就是啊，不心。确实不由他我啊，这个境界呢，实在讲啊，定有原教初诸菩萨，初诸菩萨不一品不明，正一分法心，是这款的境界啊。原教初诸啊，也伫咱这个世间，未受一般的法门呢，来达到这个境界，哎呀，修满一个阿僧祇劫，一个阿僧祇劫修圆满了，第二个阿僧祇劫开始就证到圆教初诸的，圆教初诸的故位啊。也实在是不容易啊！咱来看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啊，原初诸的地位啊，是千年已久就得到了，这尼啊容易啊！你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唔止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经常一再甲咱讲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拢是完整三不提啊！弥陀经、无量寿经里拢讲阿弥陀地菩萨啊，拢是完整三不提啊。但是完整三不提呢，实在讲伊的受用啊，虽然家己烦恼无断，但业起的心通道力。种种受用啊，差不多是甲顶甲菩萨相似啊。唔止愿初诸，这是这个法门真正无比殊胜之处啊！法门奇妙啊！这句是赞叹。为什么讲深呢？九界众生，这九界众生就包括顶格菩萨，用家己的智慧能力，也想要彻底了解西方极乐世界，拢无可能啊！这是啊。讲伊的深啊，真正是深啊，所以讲为佛无佛，方能究竟啊。对西方极乐世界，才会事理真正透彻明了，这是成佛咯。十方诸佛才有这个能力，顶格菩萨就拢无这个能力。妙在什么所在呢？妙地的待业往生啊，一品的烦恼都拢无断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完全三不提了。
这个庙啊，这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无呀，一切诸佛刹土也无这款代志啊，这叫做庙啊，普尽一切议论。斩尽一切意见，这两句话是对一般通道修行人来讲的。议论是指这个教下，意见呢是对这个宗门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法门就是一心即起名号啊，唔能去分别。一直念落去，也毋通去思量，不加分别，不落思量，所以啊，破尽一切议论。这个一切议论，就是教下对有净土宗种种的批评，也就叫做议论啦、啊。无论你安怎讲啊，拢啊不相干呐、啊。斩尽一切意见呢？这个意见是指这个分别，是指这个境界。你即个无上甚深圆顿的妙法，为马明良师地者英明之流，天地谈何得去呀、啊？这是咱一般人常讲的。为上帝有下无不疑呀、啊！阿弥陀佛、龙树菩萨，这两位是印度人，拢是求生净土的，特别是龙树。龙树的中国人，称伊是大乘八宗共祖，八宗派拢认伊啊是祖师。伊啊是念佛求生净土，地者英明啊，是咱中国的两位。祖师，第一家是天台宗的，英明是禅宗归净土的，在净土宗是第六代的祖师啊。这款大智慧的人，伊无怀疑啊，伊无分别啊，伊无意见。一句弥陀念到底，无分别，无意见啊！亲像因遮的人，遮铁地谈何得去啊？就是低下承担，佛传授咱即个法门，你去啊，就接受起来。
一点啊意义都拢无啊！啊，既有细的变冲，啊，其他咱这个世间一定聪明在地之师，通如仙客。这通是讲儒家、禅家的进士度量，恁对有这个法门，对正宗法门，恁去想看卖啊！恁若去分别，恁若去辩论，愈推愈远啊！哇！即句话讲，愈想愈离谱咯，完全是想错咯。你敢无听讲，即个法门是为佛有佛，方能究竟。顶家菩萨啊，毋是讲蒙佛为神加持啊，伊也创未清楚。何况这个世间聪明在地的人，所以讲这个人颠倒啊，不如这个误夫妇老实念佛者啊，颠倒不如啊无知人。哇，即句讲，这个世间聪明在地。通儒相克即类，即是中等智慧，毋是上上君临啊，毋是大智啊。啊，即个毋是大智，讲老实话，伊也不如下愚啊。上智下愚，上智啊，伊赶袂着，伊不如下愚。即下愚之人啊。伊嘛是袂分别啦，伊嘛袂执着，一个听即个法门，伊也会当完全接受过来，然后是念嘛就会用你咯，老是念嘛了不起呀、啊，为令减痛福地。暗下度妙呀！注意爱知影，即、这个老实念啊，妙在倒位呢？老实念会将家己梦想执着甲念掉咯，梦想执着甲念无去咯，就。得到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的功夫爱加深，这个念佛三昧就是经常讲呀，一心不乱，功夫有浅深。经常讲有事一心不乱，有理一心不乱。也念佛三昧浅的呀，是事一心不乱。功夫深的呀，是理一心不乱。到个理一心不乱呐、啊，智慧就开了，兼通福地呀。祖祖连连就通达咯，啊，就甲如来菩提上的智慧呀相应咯，暗下道妙啊，这个道呢，就是诸佛如来菩提上所证到呀。
也不知不觉啊，这句阿弥陀佛念久了，祖祖连连就下了，就甲诸佛如来所证的啊，上下了。所以，才会上等啊，君臣的人啊，颠倒啊，不如下愚啊，不如啊。下愚真正有未少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会得到这个境界。我见是你啊，这是中福经上的这句话，我是释迦牟尼佛的自称啊。佛看到这么啊殊胜的利益，故说此言。故说此言是劝咱往生，分明以佛眼佛音。我见啊，见是佛眼所见啊，甲咱讲出这个利益，劝咱往生，这是佛的音声。佛的教诲啊，应定处事，从这桩代志，这个应定啊，都是确确实实是事实，绝对袂错。这个应啊是信的意思啊，咱这个伫中国自古以来。这个政府机关啊，拢有一个大印啊，印是一个证明，就是讲证明绝对这个事实一点啊都袂错啊。或是这款的苦口婆心来劝人啊，以堪为空啊。咱哪会敢违空呢？不先顺你命在。如果咱若是违空呢，这就毋是啊先顺分的意思啊。哪讲咱若是先顺分的教诲，先顺分的意愿啊。那就甲马明啊、梁思弟家英明同款的啊，甲伊完全的接纳过来啊、哦。依教奉行，那就对了。这才是贤孙啊，这贤孙都是啊，佛的好学生啊，真正听话啊。依教奉行，呀、啊，这个四摄坛呐，最圆满、最究竟、最殊胜的利益，咱现前隆重得到了。到个这个所在是从本经的正宗分介绍完了。也下面是本经的流通分，也大师都有弥陀经的分科，甲古来的大德音分了是无共款啊。伊将六方佛就分作流通分，一般呢，因将这个六方佛拢分伫个正宗分内底。为什么要安尼分呢？伊头前啊有一个介绍，有一个说明。咱看下面的这个解啊，性愿持名一法，愿修愿超一切法门，殊勒啊一切法门混同啊。
行咧，甲一切法门经义啊，即无闻自说，随堪畅摩流通。为何无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？此经为何境界？为何何故流通呢呀？这是老大人将这个六方佛分作流通道理啊，第七地啊，认为讲这个法门，除非以外，顶家菩萨拢也无资格来流通。这实实在在啊，是真谛足见呐！啊，古来这大德啊，无一个讲会出来啊。伊老大人讲明白咯，讲啊圆满咯。这个法门呢，性缘起名。这个法门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啊！伊的深妙处啊，这地讲啊真好，圆修圆超一切法门，圆修。就是四轮出境，由浅及深，甲其他一切法门是共款的。佛说。一切法门，拢有一个浅深的次第。呀，咱啊，这部经也无例外。亲像经上讲的啊，四土三杯九品，这都是有浅深、有次第。伫咱当前学习呢，有四持。有理持，这都有浅深咯。咱啊，凡夫思持，这个啊，这个浅呐、啊。亲像马明良师、地藏英明啊，因是理持，也就深咯。所以，这个甲其他一切法门是共款的。啊，迄、那个圆超呢？这就是讲这个法义，法论这部经是啊，了生死出三界，证大菩提啊，一切法门啊，完全是无共款。为什么呢？其他一切法门。是顺序渐进的呀、啊，断见思烦恼，这才会入圣流啊！断定杀烦恼，这才会当进一步达到菩萨的境界。断一片无明，这才会成为发心大师啊！那是一般经论里是这款的次第啊，也咱啊这部经无共款。也无共伫倒位，免断烦恼，见思烦恼一片都毋免断。即便性缘起名，待业往生，怀出三界，
所以伊甲一切法门经验啊，无共款啊。何况一个西方净土，虽然有四套差别，这一心一切心，啊，这是一切法门内面无呀，一切法门四套绝对呀无并列的，无同时生呀，这个法门是一心。一切性，也是同时呀。既呀无闻住说，随堪畅摩流通，堪是堪啉。什么人有这个能力？担当起铁匠，相传这部经典，佛在这个经上是无文之说。如果是有人来问的啊。也佛也无定着将流通的代志就交代互伊咯，啊，亲像无量寿经交代互阿难，交代互弥勒菩萨去流通啊，这个经上无啊，无啊，交代倒一个人去流通，啊，无这个文理，所以咧，什么人有能力担当起流通的这个使命啊？大师讲了，为何无佛乃令究竟诸法实相啊？这是先说明道理。只有如来果地，才会当将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彻底明了。诸法实相都是事实的真相。宇宙啊，人生的真相啊，做好这事啊，究竟明了，啊，顶家菩萨也未用的啊。此经为何境界？弥陀经自始至终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。换一句话讲，毋是。顶加菩萨的境界，既然不是顶加菩萨的境界，顶加菩萨啊就无能力来流通。换一句话讲，这流通的使命啊，确确实实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释迦牟尼佛甲咱宣说，都是流通。这部经典，啊，世尊家己亲身来担任流通之职，为何可有流通呢？这个流就是流传万古，通是通达十方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请看经文，舍利弗，汝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。这我的是世尊自称，叫做舍利弗。提醒啊，特别来注意，下面有重要的话要讲，亲像我
这是副讲的啊，亲像伊家己今仔日先前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你是利益啊，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。阿弥陀佛，不思议功德之力究竟是什么呢？阿弥大师，你这地把咱列出来了，观注解，不可思议，略有五义。如果详细讲呢，是讲袂尽啦，太侪太侪咯。只啊，小可来讲这五项，这五项的代志，就非常的不可思议咯。一，行超三界，不思断惑，思是等待啊，毋免等待断惑。就会当啊，翻超三界，最爱知影三界都是六道啊。为什么叫做横超呢？其他任何法门内面无横超的啊。啊，这三界啊。三界就六道啊，这个欲内面，那想讲五欲，财色名是谁啊？这五项物件，财色名是谁？这五项啊，咱心肝内面有啊，心断去咯，无路用啊，你念头内底也阁有啊，那你就是属于欲界。色界就无分咯，这五项物件念头都拢无咯，念头拢无咯，这财色名食睡念头都无咯，就上升到啊色界，色界个禅定啊，四禅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个气气呢是无色界。有色界也有四种定啊，叫四空定。安尼才会当出三界啊，这叫做四出啦、啊，这叫四出啦、啊。所以阿罗汉为什么初果四陀丸，也得爱天上人间七处往来，就是断惑啊。啊，从见思烦恼断尽咯，安尼超出去啊！阿罗汉啊是地到定啊，人家经常讲九处地定，这边呢是咱通常讲的四禅八定。四禅八定，地到定啊，就超完咯，这个是四处啦。咱这个法门。唔免断惑啊！对边啊出去，到西方世界去咯，这叫行出啦、啊。这行超唔免找遐麻烦，啊，唔免找遐麻烦，叫做行出啦、啊。行超三界啊，这是啊唔免断惑啊。啊，这个咱容易啊。呀，你就知影讲，事出偌困难，太难咯。所以今仔日大家想要修下其他的大乘法门，你家己应该衡量一下，唔免讲别项，财色名是谁，你要有这个念头无？你若要有这个念头伫个啊，色界啊都拢无分啦。你还想要超越啦？不可能啊！
欲界都袂当超啊。那顶面要有个色界，要有无色界，哪有遐容易啊？所以咱啊，这才真正了解，无用这个方法，无可能啊出三界。就亲像谭喜老法师所讲的啊，伊讲伊一生看到修禅定的人，修禅定伫禅定的人，伊看到禅宗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伊一生当中毋捌看到，也毋捌听过禅宗啊。那未当明心见性，就未当出三界。这禅定呢？禅定功夫那悬呢？色界，色界属禅天，无色界天悬呢。功夫较低一点的初禅、二禅，这是讲真正的禅定的，相当不容易啊，超越了欲界的色界。注意爱知影，也是未当出三界啊！老法师感叹就伫即地啊，所以戒律是劝人念佛啊，无用念佛即个方法，若想要出三界啊，几乎是无可能的。既然未当出三界，麻烦就大咯，欲界内底有。三善道、三恶道啊，这个三恶道的机会多啊，三善道的机会少啊。啊，这是啊，袂用你毋知影。啊，第二个，即西方行故净土，非有占净，这了不起啊。十方所有一切诸佛，拢有净土。咱啊，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。咱啊，生在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无土，咱都看袂着咯。也是不土，就更较免讲咯，看袂着咯。西方极乐世界呢？阿弥陀佛有四土，伊四土是最火，一生一切生啊，毋免渐进啊，渐进是一步一步来啊。你讲这娑婆世界，见思烦恼啊，断尽咯，超过三界咯，三界以来啊，是凡是同居土，超有法咯，要去倒位去呢？方便又无土啊！等到伫方便又无土内底，再过来修行，修到破一片无明，净一分法身，这才会生到十宝庄严土。伊是啊，慢慢啊，循序渐进的。西方世界无需要。啊！这个待业往生是同基土，下品往生，到个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四土你拢到啊，拢得着咯。这个第三呢，是修行的方法啊，不可思议，但其名号啊，不加相关诸方便。一个不可思议啊！修行的方法，只凭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就凭一句好，毋免用禅定来帮助，也毋免用观想来帮助。换一句话讲，所有一切法门。拢会当毋免去修，老老实实即句名号就会用你咯。对初发心，一直到成佛，毋免
用其他的方法，大家试一个方法用到底，这是非常的不可思议。咱知影其他法门内面，一个方法修学到某一个阶段，必须爱换一个方法，才会当将家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呢。啊，咱这个法门无需要，都、就是一句好好念到底呀、啊。这个亲像《楞严经》、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，哎，都是非常好的证明。第四啊，修行的时间呐、啊，唔免真长呀、啊，其他的。通道法门内面修行的时间啊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会当啊成就。这个法门啊，是一切为基，不觉多觉多心多念佛，这个啊实在讲太难得了。这个法门多少时间就会当修成功呢？七天就会用你了。所以啊，净土宗结持念佛，咱平常讲打佛七，打佛七就是这根据《弥陀经》来的，经常甲人讲啊。六一日、六二日到六七日，所以讲根据《阿弥陀经》来。如果这信愿持名，这信愿持名啊，这三个拢总做到了，同时具足了，七天必定有效。七天会成功，这七天有效是什么效果呢？是得到念佛三昧，得到念佛三昧，就决定得胜。念佛三昧，内部功夫千千无同。啊，咱这中国净土宗常常将功夫分作三等，就是念佛三昧内面分作三等。这个上等的呢，是你一心不乱；中等的啊。是属于心不乱，下定的啊，叫做功夫生偏呐。呀，就是讲下定内面也分作三定啊。功夫生偏内面呐，上定的生偏呢，啊，注意讲，这生死就自在了。什么自在呢？想要什么时阵往生，就什么时阵会当往生。啊，唔免教属一心嘛。啊，讲老实话，教属一心，咱啊，这一生当中无一定会当达到。但是功夫生偏的啊，这个上等的功夫，咱一般人确实啊会当做会到。啊，生死自在啊！想要去啊，都会去；想要留咧啊，就会留咧。啊，自古以来，做到这个功夫的人，
真多啊！人伊做会到啊，咱为什么伊做袂到？这是咱爱认真去加想看卖，咱为什么做袂到？一定啊，爱将做袂到的因素啊，找出来啊，然后甲伊消毒啊，即、这个障碍无咯，也咱也会当做到。迄就真正无辜负这一生。经常讲，这素食蛋，素生的功德利益。咱那就完全的得着咯。第五，起意复明，即为诸佛护念，不厌其一切复明。也咱台湾的同胞，过年的时阵，你看真侪即个寺院、庵堂啊，拜万佛参啊，拜万佛参，拜千佛，拜千佛是三千佛，拜千佛，拜万佛，实在讲，佛是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毋知影漏交偌济啊！俺、是奉这个佛啊，恒河沙数啊，你才拜一万尊啊，你想看嘛，你漏去偌济啊？怎样才会当乎一尊佛都未漏去呢？念阿弥陀佛，一尊佛也未漏去。这个属性啦、啊。知影的人无罪啊，为什么讲？咱念一尊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就将所有一切诸佛拢念着咯。咱伫诶即部经内面，看着咯。释迦牟尼佛甲咱讲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无一尊佛无念阿弥陀佛。也咱念阿弥陀佛，所有一切诸佛拢念着咯。无一尊佛无讲阿弥陀经，所以咱念这部经，这部经的经题，这下面都有咯。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！一切诸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咱念这部经，一切诸佛拢护念，这敢毋是拢总拢念着呢？所以拜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拢总拢拜着咯，一个都无漏去啊！这真正是大喜事啊！啊，这是老耶大师甲咱讲出，小可讲这五项代志啊，不可思议啊！此盖道是大愿行之所成就，故话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所以讲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这道是就是阿弥陀佛，
台湾熊啊之所成就，也台湾大熊，这代志呢，咱伫无量寿经内面看个真正清楚，真明白西方叫世界是安怎的来由的。大经就是无量寿经，同修大家念个真熟咯。啊，后位大师伫遮一个讲起，也咱像即个无量寿经里所讲的，就会真清楚、真明白。弥陀的名号啊，是安尼得来，故名阿弥陀佛。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也即是从即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讲出来了。也咱家真正体会到念佛的殊胜。古代的常常教人的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即、这个佛，相应的啊，即、这个佛啊，那是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，实在是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相应啊。呀，即个功德利益啊，要倒位啊去找咧？也够有甚物款法门会当来甲伊相比咧？实在啊是无咯。咱将即个理道理讲清楚，即、这个事实真相认识明白咯，我相信即句阿弥陀佛，你也袂中断啦。毋止一工、一万、两万啊，未中断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利益内面啊，无比即个利益更较殊胜咯。所以你未明了，欢喜心啊是生未起来。这世界适当的欢喜业啊，生未起来，必须真正明白、真正创清楚咯。呀，即个欢喜心才生会出来啊！然后啊，即句名号就袂去互伊中断。好，咱今仔日就讲到即块啊。